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。要怎么走啊？我见到你们了，我还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做什么？你们五个只是看了半个病，还他妈一天四个班，还把我们拖到八个门诊室上班，我们不想活，你自己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啊？我不要命，你把那些病人都找走，躺在地上你都拿走，痛不痛啊？你不对面的时候不要讲了，又给搞得这么免了算了，叫我滚蛋回家。你再跟我这样说，警察说的，警察说的，我老婆老婆了，我没有闹，警察这病躺那么多怎么办？叫他们院长过来看看，院长飞过来，你说让病人去跟没用，我去了，把纸诊断台了啊。铁克从哪有得来了？疯了疯了疯了，这你妈这是沪昆高速，都是往上海进的车。往年春节上海就是空空如也，没人来上海。你看看，全都堵的，一直在堵。一晚上三百来万，一到现场来，武汉首都。